嗨，大家好，我是 Lu。今天我想拍坐雅加达巴士的视频给朋友们看，也是全球最长 BRT 系统。走吧，我们出发。我会从 Gajah Mada 站坐到 Masjid Agung 站，这是雅加达 BRT 系统的第一条线，也是最忙的一条线。我们叫做 Trans Jakarta。在雅加达和周围总共有13条线，有243个站，全长 230.9 公里，每坐一次是3500印尼盾，不管我们坐到哪里都是一样价。从 Bundaran Hi 站开始，每一站我都会下去拍视频。
kesimpulan untuk muara angke, kesimpulan untuk mangsi ke pasar mandi. Ini operasi juga yang rame-rame kita lawan corona sampai habis.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订阅、点赞、分享，或在下方留言。谢谢，祝大家平安、快乐，拜拜。